好，带你来看到不一样的庆祝耶诞节。富里国中呢是举办110学年度英语歌唱比赛及才艺表演及社团成果展的活动，参加队伍总共有26组，个个都来势汹汹。那么在舞台上呢，是运用平日所学，用心表演，展现自信。师生们一起来开心的度过2021的圣诞飨宴。有的自弹自唱，有的歌声迷人，秀出无比的魅力。有弦乐社、舞蹈社、跆拳道社、足球社以及钢琴表演等等，无不令人惊艳。这是富里国中办理的110学年度英语歌唱比赛暨才艺表演及社团成果展。校长钟协恒表示，目前学校的学生人数虽然不多，但是却能开设八个不同领域的社团，主要还是希望学生能在多元学习当中发现自己的潜力。而这一天的才艺表演即是展现自己所学的最佳机会，希望能够借此孕育人文艺术气息。参加队伍总共有26组，个个都来势汹汹，在舞台上运用平日所学，用心表演，展现自信，师生一起开心度过2021的圣诞飨宴。记者高双双、布里香采访报道。